我妈有自己帮我规划，就帮我投一个定存的保单，然后是5万，我有3万是要缴那个。对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让你没有挥霍的空间嘛。我觉得刚大家所提供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理财的方式。欧影台，可是我觉得我你如果半年前欧影台积电，现在就发了，缺海，现在是缺海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这一趟不用通告，我告诉你，就即便我600块买。职业球员理财很重要。那为什么会叫职业球员理财很重要？因为我们当职业球员的人真的年数很短，你在可以赚钱的时间真的很短。跟佑琪也讲了一句话，如果你能够在职棒打10年当球员哦，这边有一个，你10年就够了，就够本了。因为你10年刚好28岁，正值你还可以转行，你还可以转换跑道。职业球员既然时间这么短的情况，你是不是要透过更多的理财方式，好好的把你赚的钱留下来？那佑琪的签约金你怎么办？一样啊，我们先那个跟球团有讨论过嘛，好像3次还是4次，公司给他的钱都在我这边保管，但我也不用他任何一分一毫都不用，但是我会帮他做一些理财。那我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说我们当爸爸的人，我们就是要适时的来帮协助小朋友嘛。其实很多时间都花在球场上了，他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去做理财？当然，爸爸在做给你看的时候，你可以边看边学。我不可能跟你一辈子啊，你将来你要自己成立一个家庭啊。这个就是我给小孩子的观念。就像当年的我到日本回来以后，爸爸妈妈就把钱回到我身上了。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不会理财呢，但是我刚才有提到嘛，看你想要用保守的还是比较冲的都可以啊。其实我觉得刚大家所提供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理财的方式。欧影台，可是我觉得我你如果半年前欧影台积电，现在就发了，缺海，现在是缺海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这一趟不用通告。我告诉你，就即便我600块买，我大概630就卖了，对不对？跟我这也是赚钱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就是有赚就走了嘛。我怎么可能忍到800多？对，可是我觉得一部分可能跟聊天室其实有讲郑永传，有讲过家里的环境，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是真的是诱惑，因为可能对于球员来讲，学生时期没办法有太多娱乐，我相信应该也都管的是蛮严格的，你有可能门禁啊，你有很多的一个限制，当你进入到职棒之后，你第一时间发现你自由了，是没有人可以管的时候，你要当自己的老大的时候，你看到你的户头开始慢慢都有一些钱进来的时候，除非是像就是宇科那样，他只说他让自己第一个月好好的犒赏自己，接下来他就回到保守，那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容易一不小心，万一又没有前辈或是说学长带领，很容易就一下子就脱缰的野马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小范这样子其实克制力还算好，像我搞不好可能前半年的月薪我都花的爽爽，甚至是前一年我这个球季我就拿到薪水我就花，我搞不好直接辞职我都没有辞职。那我觉得那时候最好是，其实我那时候我妈有自己帮我规划，就帮我投一个定存的保单，然后是5万，我有3万是要缴那个。对，可是它是慢慢会回本的。对，未来你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让你没有挥霍的空间嘛，不像你都拿去买台积电呢。挥霍的，我拿台积电。等一下，你笑的有点虚哦，你是不是好几张？你是还有几张没卖掉？我如果有台积电，我不用来了啦。其实理财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股票啦、基金啦、黄金存折等等很多啦。理财的工具真的是还蛮多的。我想到他黄金也卖了，我卖多了，我全部都卖了。之前那个黄金价格涨成这样，哇，最有钱的球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买像麦卡贝，今天就是 Eric， 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就 Eric 啊。早饭在那个义大的时候，我就是每个月固定哦，我没有用定期定额，我是想到了，哎，今天有跌了，我就买一些。应该说不定期定额。你把挥霍空间放在那个买黄金的。我没时间挥霍，我那个虚荣心，你看你那虚荣心。小范刚高中一上来在义大的时候，我就是他第一任的投手圈，对，你还讲我坏话？我觉得你们刚刚在讲的，如果他只要不犯法，不犯这个规范，你把自己的私企处理好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私人的事啊，这是他私德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跟这几项，口渴了，我老人家我喝水就好了哈。你喝水就好，我看节省成这样都是买黄金了。我告诉你，保险买得多，所以要活得越久，有时间拿回来啊。这是新的赞助吗？
我们正在谈当中了。哦，正在谈，你快帮我们介绍一些啦。哎，还是干爹干妈，这是大帅你家开的，黄金卖掉后多开了一间。抖内的就是我们的干爹干妈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赚啦，黄金早早就卖掉了。国庆的初登版是你是先发，有跟我有关系的吗？你是先发投手，刚有那个聊天室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哎。对，我知道他是我美和的学弟啦，他差我三届啦，他就是很有礼貌啦。因为一般美和的都很有礼貌，学长学弟制，他会学长学弟制很重，没有没有，他都叫我感动哎，感动感动，为什么？常跟他交谈就是说，哎，再感动一下这样，因为他很容易感动，就跟我一样，你是这样啊？知道，先查一下话 ，JY Link 他都在讲卖了黄金，然后很感动，赚了很多，超感动，超感动，太早卖了，反正没经验。感动哦！现在都黄金都2400了，哇塞！现在你看，你真的有在买哦，一千对，我知道，我真的是有在关注啊，有关注这个没关注人家国庆？不是啊，太晚了，比赛都。那我问你，他说那个黄金是半夜才看，我也会看的。你看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。